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在娱乐圈中，说到王菲、张柏芝这两个女人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吧？原本不在一条线的两个女人，却总因为谢霆锋这一个男人而被牵在一起，也让不少网友总拿他们俩来比较。大家都知道张柏芝跟谢霆锋的事情，两人当初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金童玉女，结婚后还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儿子，原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幸福的走下去，可是好景却不长，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了。离婚后的张柏芝独自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生活，而谢霆锋找回旧爱王菲，两人世纪复合，对于张柏芝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打击，因此不少网友认为张柏芝和王菲会成为敌人。然而并不是，有网友爆料张柏芝和王菲以姐妹相称，当中两人因参加节目在后台相遇，虽然场面有点尴尬，但是张柏芝还是先开口叫菲姐。不少网友看到这里也是无奈叹气，直言表示尊严呢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